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赵世界什么都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两个大咖，一个是我们的咖喱导演，还有我们的蔡制作人。你好，你好，大家好。今天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今天好像带来很多好消息，是不是？对啊。咖喱，你先说吧。我先说吧。你先来吧。先生哈，好，大家好啊，我是咖喱导演，你看背后啊，咖喱导演，咖喱导演，今天呢，我们聊一下就是，蔡导演的这个电影，这个北纬38度之暖之恋啊，38度之暖那这样子，因为我们呢3月23号将会有一个全球发布会，就讲一个这个全球海选这个电影啊，所以呢希望今天呢大家可以聊一下，就请蔡导演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的这个电影是什么啊，我就是这个电影的监制啊，这一期很高兴跟蔡导演呢一起去做这个电影啊，也谢谢蔡导演给机会我做监制。感觉我发现你今天好谦虚啊，导演啊。哦，面对观众是这样子吗？对。私下比较烧包是不是？OK， 开玩笑，来，有请我们蔡制作人。大家好，蔡导你说一下。好的，你现在看到背后了，这个背后了，看到背后了啊，背后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啊，北纬38度之暖啊，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我在2019年开始去准备，2020年拿到一个电影局的批文，可以让我们可以去开拍啊，但是因为一个疫情问题呢，一起都停下来啊，我就。在香港那边，在香港这边跟那个咖喱导演一起谈过的电影，他们非常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走在一起去把这个电影做起来。OK， 所以在3月23号，下星期三，我们在香港有一个电影的发布会，还有是这个电影的演员海选全球海选启动希望这个电影呢3月23号以后。就一起很顺利去启动起来往后我就回到在不同的地方去启动这个电影还有不同的地方去海选演员宣传这个电影。OK， 那你选导演，你选这个演员有什么要求吗？香港这么多大咖，对不对？这个电影呢，因为我就是。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看过那个周星驰这个电影一个《奇邪记王》他的电影是说的一些在电影这个电影界里面很多很好的演员，但是他们缺一个机会他们只想有一个机会去把他们的梦想去表演出来。是，我其实我都是一样嘛，我都是有个这个机会去。去投入这个电影行业，我也希望我把这个一份这个幸运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就是想在这个电影我就海选一些有能力的演员，能演的演员还有他的外形呢跟我心中所想的每一个角色的相配，我就是希望。能找到他们出来，让他们一起参与这个电影，然后一起把我们的电影梦一起做出来。好，非常感谢蔡制作人。这个海选补充一下这个海选呢是可以在外国因为我们的剧情是法国香港上海还有宁夏，所以呢它里面的主角呢可能有一些是男主角可以是外国人这个吕一就是中国人对不对？蔡导演这个必须的这个电影呢
那个男一啊，是一个外国人了、啊，是一个法国，但故事里面他是法国人，所以当然不能找一个华人来演了、啊，把他的头发染金色的，那就变成混混了。对对，以前可以了，以前很多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就找一个华人把他头发染了金色了，当时外国人啊，但是这个不行啊，这个我要真的找一个，不一定是法国，但是最起码像的，是一个对不对？对，一个西方人面孔啊啊，他能说这个英语啊法语就 OK 了啊。那是当然，他如果是能说普通话，跟我们沟通，能沟通那更好了。这个事情，那这样子的，因为啊，为什么我们这一期用新人呢？那第一，2020年这个梅艳芳这个电影啊，是一个新的女演员，对，王丹妮啊，她的成绩非常好，香港卖到超过6000万。Wow. 这个票房，哎呀，然后这个国内的票房是1.131亿，对的，1.131亿人民币啊，所以呢，他是一个新人，所以还有香港另外一部电影叫《神奇》，我的神奇妈妈，我神奇啊，神奇妈妈啊，我谁呀、啊？啊，他里面的这个男孩也是一个新演员。所以呢，这一阵子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让新演员呢出现。嗯，还有我们两个人呢，也不算是一个很资深的电影人啊，我们也是新人。哎，啊、你不要客气了，你们俩都是老导演了，太客气了，谦虚就是年纪大，不是那个导演大，是年纪比较大的导演。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啊，两位导演。咱们讲了这么多，有外国的，有中国的华人啊，有这个我们亚洲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乱的啊，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能不能大概把这个剧本的剧情讲一下，透露一下，可不可以？这个是我2017年我去那个大陆拍电影了，我就看到一本那个小树。叫那个北纬38度之度人，我看完以后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这个小说，是我心里想，有一天能把这个小说把它拍成这个电影的话，应该是非常感动人的一个故事，因为它故事内容呢就是一个女生啊叫陈梅，她就很年轻的时候，他爸爸把他送到那个法国去啊，学怎么让那个糊涂走，因为零下了，那个为什么叫北纬38度之暖呢？因为零下就是在北纬38度，对，就是零下那个省，这个纬度就是我们叫那个黄金的一个糊涂走黄金这个纬度是啊，大概是从38度到40多度这个纬度啊，都是最好的种那个种植这个葡萄啊这个地方啊，刚好波尔多也是在这个纬度的这个地方、啊、是，所以呢波尔多的葡萄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所以还有让那个葡萄酒的技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啊，所以他爸爸就把他送到这个法国去学这个怎么去啊制酒，希望他有一天拿到一个让这个红酒这个师的资格，回到宁夏他的故乡啊、一起了把这个地方做成了一个就他们基地品牌的这个葡萄酒，是他的，对，所以呢的故事呢开启了发心呢就在一个波尔多的地方啊 ,OK, 啊他到这个陈梅到一个酒庄去实习怎么弄这个怎么做这个葡萄酒，他的导师就是这酒庄的那个校庄主，就是那个男生啊，叫 Henry。哦 ，Henry 啊，哎 ，Henry 啊，当然是一个帅哥啦、啊，一个美女啊，年轻的跟一个帅哥每天都在一起啊，喝酒啊，品酒啊，慢慢的啊，有感情了，不是慢慢的，就很快了，很快中间有火花了、oh, ，OK， 两个就爱上了啊。
但是呢有一个很大问题啦，这个是比较土的一个故事，是就是那个 Henry 的父母，嗯，而 Henry 呢他的血统是一个英国贵族的一个哇、哦、一个血统。哎，当然现在没有什么贵族啦，以前有嘛，他们哎以前就是他们家里面还是比较封建的时代。哎，他想哎儿子找一个都是门当户对的一个。对。不一定是还是贵族，但是最小也是一个法国女孩或是英国的女孩。那他没有想到哎他儿子带来一个中国的女孩过来。对，那时候、啊、那时候欧美国家对我们的这种华人齁、哦、黄皮肤的人好像比较看不起以前啊。哎。哦，有这种情分在啊、哦。现在这个因为是他们比较小的跟我华人一住嘛，因为我本身在美国念大学的。啊。我念书的地方呢不是的大城市，是是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一个小镇里面。啊、他们呢一生啊那边人一生可能没有见过一个华人。就像我们小时候要看到个黑人或者是看到老外、哎、我们都吓死了，洋鬼子鬼子就这么来的。对对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哎呀这个人怎么奇怪啊，黑头发、啊、黄皮肤啊黑眼睛啊，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奇怪的。他可能要叫我们叫黄鬼子。对对对对对。所以当然都是这是 Henry 的父母啊，对那个陈美没有什么，但是呢是他跟他儿子说哎儿子啦你得当朋友可以，但是呢不要当老婆啊、嗯、你还是要找一个我们同样子的人啊当老婆。这个让陈美非常伤心了啊、嗯、但是 Henry 没有放弃，虽然说你不管父母怎么样我还要你，只有你一个。但是陈美因为觉得是不太开心了，还有他离家里太久了啊，所以呢他就说哎我先回家，我先把我们的事业做起来，当我有一天我在家里边种到好的谷土酿成好的酒之后，你过来我们一起把这个地方做起来。所以呢陈美就先回到、那个、回宁夏了，对宁夏了啊。他回到家里边，哎呀他爸爸妈妈很开心啦，因为女儿太久没回来了，他姐姐也对啊也是太久没见了妹妹了。哦、他们就回到家里边就没有一点时间去浪费，他一直就不同的跑。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宁夏就知道宁夏是为什么叫宁夏，夏是什么呢，夏天的夏。对。就是西夏王朝。啊、以前有一个宋朝有一个王朝叫西夏王朝，对，都是在哪个地方。还有一个我们在跟听着玉飞文刚红那首一首词讲过贺兰山，哎就在这个宁夏，都在宁夏。我以前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听过，但是哎没有想过哎原来就是宁夏就是在贺兰山就是在宁夏。是啊他们就在贺兰山。宁夏很大的啊。对啊。宁夏其实也不是很大的地方啊，但是呢，这个地方非常好的，风景非常好看的啊，夏天、冬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美景啊。那贺兰山的一个山脚的地方呢，就是非常泥土啊，是非常好，很合适在种那个葡萄树的，所以就他在那个地方呢。找到一片地，但是荒凉的，全是石头啊！他还花很多功夫要把所有石头搬开啊，花很多时间把这个地方种这个葡萄出来。他爸爸就一起就帮他，但是正当是哎呀，一起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很大问题。嗯，什么问题？哎。这是很有是很土的一个地名的一个故事，是发现哎呀我有了那个 Henry 的孩子哇哎哈哈哈哈，然后呢没问题一个女的
哎呀，在努力去创业的时候，哎，忽然发现，哎呀，我现在有一个孩子在土里面了，嗯，啊，怎么办呢？也不想爸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啊，不要说跟他说，哎，这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小的一起生活的一个男孩啊，叫陈军啊。李军啊，对他非常好的这个李军啊，啊他哎看到陈梅回来非常开心了啊，他向他表白，哎呀我已经爱你了，爱了很久了很多年了啊，你回来了，我就是啊我们在一起了，但是陈梅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没办法，不能接受你了，因为我心里边只有我一个老公啊 ，Henry 啊，我还有他的孩子。但是那个雷军非常好，他说没关系啊，那个孩子我可以当是我的孩子一起啊，都可以啊。嗯，但是陈梅最后就是说真的不好意思啊，不没办法。那雷军还是一直都默默的帮他啊，帮陈梅啊去把这个他的农庄啊把他做起来。嗯，啊，当然好像是哎呀，他有一天。物质越来越大的时候怎么办啊，哎没办法门了 啊他爸爸知道了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啊，一个父母啊知道他女儿啊有没有结婚有孩子了，还有呢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一个老外，怎么是啊，那没事哦，他爸爸妈妈非常好，他们一家人都非常爱他爱陈梅啊，不但没有怪他还是鼓励他啊，叫他你好了，你不担心啊，你努力啊，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一家人把他好好的养起来啊，还有就我们把我们家里边那个一个庄园啊都好好的做起来，所以他们就哦一家人全努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当然哎故事就是没有那么顺利啊，嗯啊刚开始没有一个人啊一开始做一个事情啊，一定要顺利，对，我们都经历过嘛，哈、啊，对，我们也穷过，我们也失败过，对对，失败是必然的，一个，因为你做了一个农庄，没有经验呀、啊，对啊，这个是什么呢？是天气问题啊，哦，气候的问题啊，你什么都可以控制，但是那个天气你不能控制。当他当那个就是他有那个糊涂要收成的时候，没太阳啊，整天下雨，对呀、啊，整天下雨，啊，下雨了，把那个糊涂啊，熟的糊涂都泡坏了，泡烂掉了，嗯，对呀、啊，不好了，收成也不够了，最后酿出来的红酒啦，就糊涂酒啦，是酸的，哦，是酸的，一点甜味都没有，酸是非常酸的。心态跟这个陈梅的心态一样，那老公也不在啊，在远方，他每天都想他啊，也很辛苦的把这个房做起来了，这个但是那个葡萄也坏了，心里面很酸，这个心态去让这个走出来都是酸的，对，一点甜的味道都没有，所以第一次酿酒失败啊，这个走的一个地方呢，钱都是从银行贷款过来了。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啊，要重新来过了啊。所以这个，但是他都没有灰心，还要去站起来，再做这个事情。再来一次，再来。哎，就在这个时间呢， 有上海的朋友叫他过来。哎，你知道他是酿酒师吗？在上海有一个本酒的一个活动啊，所有全世界的一些本酒师。就酒的品牌都过来一起参加一个评选的一个机会，他朋友说，哎你过来，你反正在家里面没事啊，你再过来一起去见见那个一个同行的，可能找到一个机会吧，所以他就跑到那边啊，哎跑到那边呢，见到一个都是这个来自西班牙的一个酿酒师。哎，这个样子是看到这个女孩陈梅，哇，跟其他的中国女生不一样啊，说这个英语说的非常好，说这个法语也非常好啊，又懂得怎么分这个红酒，
他觉得哇，这个男这个女生啊怎么厉害啊，两个一谈就非常一见如故啊，这个西班牙的男生呢，哎，就爱上这个陈美啊，追求他啊，陈美呢有一点点那个觉得哎，如果是不是跟 Henry 在一起之前，可能就应该选这个男生啊，嗯，但最后呢都没有，最后他还是说了，哎，我还是等我老公啊 Henry 啊过来。这个西班牙的男生还是非常好，对他说：“哎，你不要灰心啊，以后你让他走，我都可以帮你去找到一个销售啊，帮你去发行啊，你放心吧，我帮你。”所以这个陈梅身边的男生都对他非常好。嗯，就最后呢，结果是当然是好，大家开心了啊，辛苦过后啊。雨天过了，阳光出来最后呢，种到好的那个葡萄啊出来，酿了非常好的这个葡萄酒啊，拿到一个国际一些奖项啊，一些得到国际的人家的认可啊，他 Henry 要从法国过来跟他一起生活。这个是真人真事，真事情啊，真事情来的，真的事情来的。他的背景是哪个年代的？大概都是不是太远久的事情啊，大概说是十多年前的事。哦，那很近啊，这个时代背景。对呀，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非常幸福的，跟他的小孩在那个林下生活，现在所以他们还在吗？因为时间很短嘛。对呀，这个故事都是在林下，都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多那个外国的一些媒体啊，都过来林下访问给他们啊，然后有很多那个编剧啊、导演啊找他们谈过，哎啊，能把这个故事变成那个电视剧啊电影吗？嗯，那最后都没有啊。我就觉得是很感恩，就是有机会啊，把这个故事啊拍成一个电影啊，能把他们两个一些非常感动的人的故事啊拍出来，太棒了！这个管理导演非常好。哎，你当时接这个 case 的时候是什么想法？你看过剧本还决定接的吧？我看过剧本，来了。你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因为2022年1月份，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咖喱，娱乐科技公司，是刚好我就重遇到蔡导演，嗯，你们老朋友了吗？哎呀，我们认识很多年啊，然后就 over OWOIM 哪里啊，我们有碰面啊，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碰面，是，然后我们有在哎呀。这样子的话，我就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新公司，所以呢，我们就找剧本，是，就找一些可以马上行动的一个剧本，对，还有一个整个这个电影可以开动啊，所以我们公司呢，就是一家公司，是什么公司呢？就是帮协助一些有准备好的导演，准备好，可能他签一些。东风，对，欠东风，对，我也欠东风啊。我虽然不是导演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恩，是，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遇到的朋友，他们都是一腔热情啊，都很对电影很有兴趣，嗯，所以呢，我们一拍之合啊。但是我的 partner 呢，其实我认识了他们都几年的了。嗯啊，现在的怕就是几年前人是一起工作，起码是根知底，对不对？对，不用再去评估，不用再考核，对吧？啊，对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要相信一个人，他能不能坚持下去去走这个事情，这个最有可能最重要的。对啊，现在坚持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的，嗯，一家公司的成与败，好吗？都是这个人能否。可以坚持下去，对，好，所以呢，我看到导演蔡导演，他已经做好这个前期工作，比如说
那个广电部嗯已经批准这个剧本了，是啊，已经可以拍了，即使这个疫情啊拖慢了它啊也好，就是拖慢了我们才预想。我跟你讲，没有人疫情了，老天爷安排好的，我跟你说。对呀、啊，要被困在香港啊，没办法，就跟那个爱家一跟导演在碰面，哎呀，都是一把大家想法说出来，哎，一拍就刚好 OK 了。为什么呢？还有他的剧本是讲香港，还有其他地方，国内这个国内市场是我们很看重的一个市场，对商业化。对对对，我们要考虑嘛，啊，怎么说啊？我们都有两方面都有。都有平衡嘛，当然，所以呢，系啦，还有他的故事是讲红酒，诶，哇，很商业化喎，这个事情嚟嘅，然后又去法国，又去大陆两方面，香港、上海，咦，这些美景拍下去，跟这个故事串起来也不错，对，啊，所以呢，我们看了，然后我看他们的女主角的性格也是人见人爱，对不对？刚才说有几个人都喜欢他。证明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一个女主角，对啊，所以要夸她是一个代表新女性，为什么呢？她不是以前的农村人家，对，可能是，但是她的背景是懂得法语、英语，也属于比较领先的这个比较 level 高一点的角色啦。哦，没错啦，这我跟你说，我们其实看着一个新的中国女性的一个。感觉是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电影的话，这个女主角一定是属于我们公司的，嗯，对不对？对的，好吗？这个商业价值是很高的嘛，这投资报酬率很高，按你这么讲起来的话，这部片子，哎呀，哎，蔡导演，我们的投资啊，这个。刚刚说了，说这个陈梅呢，她是一个新一代的，就是中国女性的一个，我觉得她是新一代中国女性的一个形象嘛。对，她不只是这个有学历啊，她是一个国际认可的一个酿酒师啊，应该是很难拿到这个资格的。她英语啊、法语啊都说得好，非常好的。她其实她俄语也说得好，因为她小时候送到那个俄罗斯去学俄语的。讲课的啊，但是呢，这个小树的没说的啊，但是他不是只是学历高的一个，在一个房间里面去工作的女生，她就是又是辛苦了，要去农田去，她也愿意去啊，不怕晒太阳啊，她的一个太阳把她晒得黑黑的啊，但是她没觉得辛苦，就是她这种这个性格啊。比我们男生还厉害，对，但是还有女性的一个温柔啊，嗯啊，还有中国女性的一种那个，对，一个也气质啊，因为都是这个气质的，连这个不同的男生都喜欢她啊。那她在法国时候呢，就带 Henry 啦去当地的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去不同的餐馆吃饭呢。都跟他讲的每一个故事，这个菜啊里边有什么故事的里边。哇，这个文化底蕴好深哦。对的，他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啊带到这个外国去。是。所以呢这个他就是有中国人的气质，但是呢他觉得西方国家的这最好的一些技术啊知识啊带回中国去，把它好好的在别的地方。就发扬光大，对，所以我看这个小说，我觉得这个女生呢，我真的要从中国啊，所有的人所有女生里边找到她出来，我觉得很难的。我们就你想这个条件很难呢，我觉得不难的，因为我觉得出来的这个啊，奥运的冰奥的这个啊，谷爱凌，哦，谷爱凌，对呀，哎，她有点像哎，她的角色。在海外长大，英文、法语我不知道，英文他是没有问题的，俄语他也会一点。对呀、啊，但他现在大咖了，我跟你讲，这个成本太高了。对了，我没办法了。哎，说不定啊，我跟你讲，说不定你们俩哦，把那个海选哦再拉长一点，
说不定他就来参加了，我跟你说。可能啊，这个有可能啊，他来参，他家也不是为钱的问题了，我觉得不担心的问题了。蔡导演，这个你让我嘎一脚吧，我不要你的钱，我还投一点。对，好了，没了，这样子的。还有呢，我看到这个女生呢，这个女生，我觉得为什么我常常有跟蔡导演说，这个女生的性格很突出的。很独特 啊！为什么呢？我在看他的电影的剧本前半部，他是比较怎么说呢？有一点急的一个女生，比较急的。我爱你，我就爱你啊！然后跟他、比较直啊，比较不是急啦，比较直，耿直直啊直，不是着急的急啊！对，我爱你，我就会很主动的爱你。对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小孩啊？好吗？对，所以他，但是呢，当他回了中国，有这么多男生对他的一起的时候，是，他又很坚持的去跟以前的Henry 一起，所以这个女性的这个性格呢，在如果是从一个电影，或者从一个中国文化来讲，我们是希望这个女生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品牌，对，或者一个人正面形象了。对呀、对，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挑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可能可以是演员啊，但是她最好就是素人。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其实很多的台湾女性哦，因为台湾比较小，知道吧？台湾比较小，但是台湾很大部分很多人在海外的经验是很 OK 的。尤其是女性哦，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在海外念书的，尤其是法国啦、美国啦、俄国啦，都有台湾人的学生，而且，台湾人爱喝酒。啊，我为什么讲这个啊？其实找台湾的女角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可能背后你找到这个女角，还有带投资给你。啊。有干爹啊，干爸啊，我跟你开玩笑的啦。没事，不是开玩笑，这是好的事情，都可以啊，大家都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其实台湾的很多女生对于语言部分都是有天赋的。对，真的。对。都是有天赋的，真的。我都在台湾工作过。我知道你是最强的咖喱导演。牛。耶、yeah。哎、还有一个，还有如果有机会啊、以后有机会啊，你这个频道，我们有一些人是可以介绍想来这里，让我们见见他在外国外面的人，对啊，啊对啊，人啊，我们可以在这里试镜吗？导演，可以啊，我跟你讲啊，我可以每一个礼拜给你一个小时，我跟你说认真的。咖喱啊，那个咖喱导演跟那个蔡导，反正我的栏目是公益栏目，我是不收费的。我可以每个礼拜我们安排一个小时是可以的，多的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工作，我可以每个礼拜安排一个小时给到你跟蔡导。然后你想我对你想做什么就都可以。我们就可以之后可以走一个流程。对啊。怎么让女生申请啊，或者是进来这里啊，或者是因为我们。这个海选呢，第一步就是他录影一些东西给我们看，没错没错。然后我会挑的这样子。那我不是抢了你的饭碗吗？没有啊，互动，将你的牌，将你的平台加上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啊，其实 OK 啊，互相啊这样子，大家啊，变成很多人都会通过这个频道来见你。我可以在这里呼吁一下啊，来，所有我们几十万的粉丝，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开放这个北纬38度啊之恋的这个剧组开始，剧组开始招募啊，招募你们海选，感兴趣的赶紧报名啊。大家刚刚已经听到了，我们当中有什么那个演员呢需要的这个。很美啦，我们需要这个啦，女主这个 Henry 啦，是这个外国人啦，这个法国啦，对，
在一个西班在一个上海碰到这个西班牙就 Albert 啊 Albert 这个西班牙都是一个老外嘛老外、这个、外国人要懂中文吗老外哎都可以过来有一个是你听到了都可以过来啊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雷军是一个中国男性啊他还有一个对他非常非常一起爱他的一个女生啊就瘦瘦啊啊女生啊哎陈梅不爱他但是呢哎是 Game Boy 吗还有其他的女生爱他的啊是 Tom Boy 吗、啊、这个都是哎对啊哦对还有一个看到都是年轻人了这个我们就需要年轻人当然也需要其他人比如说陈梅的一个父母啊我像不像姐姐、啊、我像什么啊呀哈哈哈哈你能皱走吗我能演什么我可以演那个在那个红酒会端酒的 waiter 很多掌声很多掌声哎、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哎、好还有一点现在呢我们跟了 Kelly 是啊跟谁谈过嗯因为他现在走这个清真节这个商品的这个项目是啊叫商会啊所以呢那个外商堂是不是这个清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因为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回家国家嘛是他的一个清真认证的一个是做得非常好的国际都认可那个清真认证啊是这个刚好啊一谈起来原来宁夏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哪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这个回族的都是去这个清真的一个用的清真的产品的、他昨天才来上我的栏目啊对呀、对所以原来缘分就是这样的大家能不能多巧啊他要早上带一个马来西亚的商会啊到大陆去我刚好就是在宁夏里面party 的电影啊所以很好啊 我觉得很好啊真的过来过来这个地方有从这宁夏去发展到全中国去这个是非常好的对所以呢刘教授啊嗯如果呢有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品牌想打品牌因为这一期呢我们用了一个隐喻行销的这个方法。是用影视植入吗软植入吗哎呀植入化解是什么呢、okay. 化解是呢我们这里爱情故事很多礼品的嘛对。我送你戒指也是一个产品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有一些如果打品牌的可以跟我们谈好吧 ,OK, 这个可以赞助我们可以投入什么啊这样子都可以大家谈好吗还有呢高丽导演啊嗯还有那个蔡导你们有没有准备 QR code 啊今天啊不用了先通过你们现在没问题、啊。我太烦了你可以需要不定一下你的 QR code 吗啊什么 QR code?咖喱可以啊咖喱可以把那个 QR code 发出来了。对啊把那 QR code 发出来不就完了吗发出去给你们了吗对不对哦咖喱导演可以分享我们那个。屏幕呀、啊那个、你需要不练一下。号哪一个吗对啊这是三号的。你需要不练一下吗、现在先给你吗不用你不用现来你直接拿出来给他们看不就好了吗对啊能现在能分享吗你能。他可以分享桌面的啊。蔡导你也可以分享啊。蔡导你分我手机啊我现在都用手机啊我手机没办法分享。我来看一下哪里有、啊。等一下可能有啊。我就把那个屏幕背景打出来。啊把背景打出来就好了。我在找啊要找啊要找一找。来快快粉丝们赶快拿把你手机拿出来 啊。你想当女主的你想演戏的赶快啊。我是不会演戏的但是你们想要演戏赶快找我们很难得请到我们两个大制作人真的啊，他们呢可以进我们的网站哦可以的网站要登记的、啊、可以直接我跟我联络的啊，这个网页、看不看见啊这个网页哦，不知道能不能扫一下你看看 我试一下啊啊，试看我试试看。这是网页来的。咖喱咖喱啊不见了。
可不可以？太厉害了，太厉害！哎，可以的。对啊，可以啊。好，看到了咖喱娱乐科技。对对对对，产级的产Orange 是吗？啊，这个颜色。是一个 orange 的颜色，我就看看了。回头回头，我还有因为你的资料，我们已经放了这个这个参与的海选的这个资料放进去了。等一下，我收到你们两个的 QR code 了，我把它做到我的屏幕上面，你稍微等我一下下。好的，你们先聊一下，你们先聊一下，我来做一下。好，蔡导演。聊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主题曲跟插曲这些，对不对？要爱情歌嘛，爱情故事很多歌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呢，上一期我们在马来西亚 Kelly 也介绍了一位音乐人给我们。哦，那个罗老师是吧？对对，蔡导演很喜欢他的歌手。哦，你说说你哪一位？你告诉我哪一位。啊，叫这个什么名字呢？那个阿妹吗？不是，因为过去是一个歌手，他是那个马来西亚朋友，他是很多那个歌手嘛，他不是做那个流行歌，是一个比较老。他知道啊，刘教授知道他啊，他旗下的一个第一个艺人，他现在的艺人来的，他旗下的。你喜欢他，导演你喜欢他什么？他的歌声你喜欢？没有，刚好我们电影的是不是现代嘛，是十多年前的，二十年前的一个故事嘛。以前的歌，流行的歌啊，现在是已经是变成经典了啊。他们现在重唱出来了，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嘛啊。一个是现在流行的歌，在我们的歌里边有点。不配合我们这个电影的主题啊，爱情故事都要比较浪漫一点的歌啊。是啊，对啊，所以他们做音乐，我觉得那个风格跟我这个电影呢是比较配合啊。有机会啊，能其实很多啦，不止那几个而已，好不好？不过阿妹他们几个是很好的，他们这个语言也蛮符合的，实话啊。然后他歌又会唱。哎，还有蛮好的这个电影呢，不只是中国跟法国合作了，对啊，现在跟马来西亚一起合作啊。不是，我现在一直没想到你怎么跟我台湾合作，我在想这个问题。台湾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啊。啊，这样子啊，我想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啊，比如刘教授，你觉得我们这家公司，因为我们不导演是第一套电影，对，其实我们不光开发电影的啊，还有不单只是电影，concert 舞台剧呀，电视剧啊，娱乐的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节目类型。你可以等我大概四五月份啊、哦，我要回香港的话啊、哦，我可以跟你谈那个、啊、我原来在做，包括现在还在做的那个万人制作的影视基金。哦，好，哦，再讲一下，我大概讲一下好了啊、哦，它叫做万人制作。嗯，万人制作，制作人你知道吗？啊、哦，每个片子都有制作人来投钱，对不对？对啊，那正常一部电影有多少个制作人？蔡导，一个，一部电影大概都有几个？你说哪一种？很难说了，现在商业片吧，商业片吧，如果啊，商业片一般投要有多少制作人？如果有20个、30个，也很多了，很多了啊。我跟你说的方法叫做万人制作。就是会有几万个人来当你这部片子的投资人跟制作人啊，众筹人都可以啊，不是众筹啊，制作人阿力不是众筹啊，不是，我新刚做出来的那个 NFT， 知道吗 ？NFT， 他可以先买我们的，先投我们的影片，然后呢，他会有一些分润，比如说。这部片子我的基本投资额是1亿，假设啦，哦，1亿港币要拍，
那么可能我每个份额假设是5000块钱，那他根据你不同阶段去投资，但是呢他的回报是什么？他的回报就是分润以后你要给他多少张门票。嗯，懂我这个意思吗？这个是重点。Hello， 这个是谁突然插进我的直播间？对，罗老师吗？对。Hello， open your video， OK。啊，刘教授啊，以后呢，你跟找一些，哇，刚刚谈起你了，刚刚才在讲你，你就冒出来了，你把我吓一跳，罗大哥。哎，要是逃出来了，一叫逃出手抄刀啊！罗大哥，哎 ，Hello， 各位 ，Hello， 听得到吗？听到了，听到，讲国语，讲国语。刚吃饱饭。我们刚好直播到一半，你就冒出来，刚才讲你坏话，你就冒出来了。我有什么坏话可以讲啊？啊，当了这么几十万人面前讲你坏话，我跟你讲，两位蔡导演色眯眯的说瞄上了你的几个女歌手。你看这个是怎么弄？我除了有漂亮女歌手，我就没有什么了。有好歌星，蛮好的。嗯，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罗老师。嗯，什么？介绍。来，你在我的直播间啊？你不是在我的会议室啊？哦，是在直播。哎、对啦，你先跟我的粉丝打招呼吧、哎。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哎，大家好，大家好。我还没有化妆哎、欸，你看，那马上就打起来，完全不一样，这是专业的。啊，给我们5分钟，给到罗老师来向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 Leslie， 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小音乐品牌。哦，你这个小的就没有人大了。太好笑，我们其实有多少个人在看？我们4个罢了，是吗？不止啦，我真的在直播了，没跟你开玩笑啦。啊，哎，教授为什么你那么亢奋呢？今天啊，因为他们刚才在讲罗老师的几个女歌手，我就在猜，因为我对你的几个女歌手还知道几个人的名字啊，我就在猜到底他们是看上谁要当女主了。哦，我们才刚从云顶凯旋归来啊，讲讲云顶的故事好不好？要看我们的表演吗？要。秀一下，快点 ！OK， 你给我 share screen 呀，给你了，给你了，已经给你了，赶快秀一下，可以 share 的哦，可以啊，可以啊。我等一下出去啊，你直接 share 就好了、啊。没有，我要去我的 Facebook， 怎样啊？你直接就是打开网页就好了、啊。OK， 打开你的 website 就可以了。我们就很难进云顶啊，所以这次是一个突破了。对，我那天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突然跑到云顶去了？嗯，你 share 一下你的屏幕。Hello， 我刚刚谈到嘛，Leslie，昨两天我们聊过嘛，他。发过来看到他的那个 artist， 他的歌都是以前的比较好听的啊，这个歌啊，都跟我们的电影的那个比较匹配，主题很配啊，所以有机会能大家一起合作是最好的。嗯，罗大哥，屏幕啦 ，Hello， 嗨，罗大哥。你们看不到吗？看不到，你没有share，你在光一个人在那享受。哎呦呦，我以为我已经share了，怎样share呢？等一下。你现在有个按钮，你share一下，你一个人在那享受啊。OK， 等一下，我在哪里聊？啊、okay ，太好看嘛，太好听了，就我。他可能忘我了，你跟他聊。哦，也在看，也不理我们。没有，因为我不是那种懂得share的东西。哎，为什么走了的？你的框框底下有个绿色的共享屏幕 ，share screen 有没有看到 ？OK， share screen， 然后我按什么？你按去自己的 screen， 你就选你的 panel 啊。有了，看到了，看到了啊，有了耶。贴屏 ，OK， 很好啊。OK， 然后我就给你啊，你就可以 share 了。美女们，哎，不能插，
缩小。等一下，等一下，缩小，缩小。他是说那个资源很少。等一下，等一下，你缩小，缩小就好了，不要关闭。缩小啊 ，OK。为什么他一直不给我？拉开吧，可以拉开。我怎么？等一下，等一下，真的，我不是很懂这个东西。OK， OK。因为这个我还没有公开的，因为云顶不给我。不是啊，你来到我，你来到我直播间，你还不公开？那就很多人能看到喽。对啊。OK， 看到吗？这个 ？Yes， 看到吗？请放全屏，谢谢。哦。OK。全屏啊，看。哇！呼，开始。我们安静点啊。声音大一点，声音大一点。罗大哥声音很小、哦。嗨。声音没有。声音很小。非常小。啊，我应该开哪里呢？嗯，你说是把那个声音放大嘛？这个麦，哦，这个等一下，下面下面麦，我的麦已经很大了啊，不是你的麦啦，是你的那个屏幕啦，屏幕声音，你的桌面，哦 okay、桌面的声音啊，对，嗯，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这个是那个音响的，这个考了我，等一下，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 share 呗。啊？你把地址发给我。OK， 聪明聪明。copy 一下给我。这个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就是你还没有对外的、啊。因为云顶是不给我们。啊、那你发地址给我没有用，我看不到的。发个连，那你发连接的，他的可以打开啊。OK， 我放在 chat 啊，教授。OK， 我先 stop sharing。Yeah， 然后我放在 chat。OK， 在 chat 了。哦，等一下。啊，教授你开。好。我怎么没收到？等一下啊。哎，在这个我们这个聊天这个叫 Zoom 的聊天里边有啊。OK， 好、哦，看到了。嗯，这个是刚刚、昨晚。哦，昨晚哇，哦，就是刚刚录的。好了，能听到了啊！哇、啊，听到听到，非常好。有小声啊，我这边。这个网速没有声音呢？没有吗？没有，很小，很小啊！刚才啊 ，Leslie 的更大。现在呢？网速不行，是有声音，但是那个网速的比较慢，这声音跟那个画面就不配，声音慢一点啊。听到了，听到了。现在有吗？有听到。
又有声音了？没有啦，没有声音了。现在呢？很卡很卡，没有声音啊！小小小小声，小小的，那这没办法，那个网速的那个比较慢一点，嗯。那是高清吗？这个？现在有吗？有有有。有。教授，你拉到最后那个梅艳芳那首歌，这个吗？最后最后一个女生啊，这里这里啊。哦 ，OK。好了，嗯，好，哦，我们回归主题，非常好。我比较想了解的一个重点啊，哎，那个蔡导，你到底是看上哪一位？我们罗老师的哪一位女主？啊，全都要。在这个，我在刚刚想嘛，在我电影里边去加一场戏的去唱歌嘛，在里边一个舞台表演。是啊，因为我电影里边有几场是这个。这个很大型的活动嘛，刚刚说那个一个本州这个活跃嘛，对，嗯，一个地方里边是每一个人穿的非常好的，我看的，一些嘉宾来啊，来本场那个本州嘛，就当然是有一些表演在舞台上啊，嗯嗯，大家去欣赏嘛，这个可以加上去啊，让大家看到刚刚的精彩的表演，嗯。其实为什么这个是一个突破呢？因为，马来西亚喜欢这种，上海啊，旧上海、旧香港这种东西哦。但是我们做到，其实我们是做到不老套的，就是我们做到是有点像乘风破浪姐姐的那种，嗯，你呢？就是比较新潮，嗯，所以云顶就是喜欢美女那当然。他们也要喜欢比较新潮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老歌，如果你用旧的方式哦，就比较老土咯，知道吗？所以这三个女生，这下接下来了，她会爆红的，她会爆红了，因为啊，我已经接到了几个地方都要邀请他们去唱了，太棒了，太棒了！只是两天，他们是一个团队吗？
啊，新的团队，他已经两天罢了，我已经有一些回响了。嗯，已经有些回响，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所以可以把他们组成一起，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啦。因为云顶就是说，我要三个美女，这样我就凑成一起了。嗯，所以这蛮兴奋的啦，因为恭喜啊，恭喜啊，也是很辛苦啦，因为机遇啦，机遇啦，一定都是机遇啦，一切都是机遇，因为云顶。不难啊，不是很难啊，进到去。对的，很难。好，我们节目也进行到剩下没几分钟哈，所以我们请蔡导演跟这个咖喱导演，我们再把这部片子的一个选角的需求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蔡导演说吧。蔡导，这个是我们这个电影呢，大概是重新再开始了，我们的海选演员啊。现在从香港启动，香港跟其实法国一个跟加拿大已经在宣传出去了，那些这些地方的朋友都有些回应我们了。我过了时间，我们在宁夏，这个电影从叫宁夏拍嘛，我再回去宁夏，跟那个广西、跟那个深圳、广东啊，还有北京、上海，我们都回去。还有如果是其他地方的朋友在大陆那边。都想去跟我们一起去把这个电影做起来，一起去海选他当地的演员，在当地的找出最好的给他们的演员的机会，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一起去走这个电影。好，咖喱导演，希望在十一月份到十一月之前，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演员，培训好了，还好了，我们就大概在年底之前开拍。OK，我们要去在宁夏、去上海、去到香港，还有到法国去拍。拍完以后，如果是马来西亚那边能安排好的话，我们就法国回来，就经马来西亚再多拍一两个场景再回来。OK，看你导演，你讲几分打个招呼补充一下。好，补充一下啊。最重要是3月23号下午2:30，我们跟这个 OWOIM 他们会直播我们这个新闻发布会。所以呢大家可以进来这个2:30啊，星期三啊，大家就再清楚一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公司的方向啊，我们以后怎么做。其实我们记得，我们不单只一部电影啊，我们是一个一直发展下去的电影这个公司，所以很多媒体的，我们会建立我们是一个媒体啊，然后变成我们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打造的这个平台，好吗？所以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电影的，或者想投资的，或者想这个参与的啊，可以。跟这里的节目啊，我们可以互动起来啊，好像刚才一样，我们找演员继续找，因为演员我们继续要找的啊，不是一套啊，还有主持人啊，或者是一些 YouTuber 啊，或者是什么能帮助商家啊去发展他的品牌啊，都对我们有一个帮助的，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好，啊，开心，谢谢咖喱导演，啊，谢谢。好，罗老师，罗大哥，好，来跟大家讲讲，我想唱主题曲哦。哦耶！你要帮他写这首歌吗？不是，我是说，我想我的歌手在你们的电影唱主题曲。那谁写呢？好，重点是谁写呢？不难呐，不难呐。那你那边写啊？也可以翻唱，也可以翻唱一首经典呢。对。不好了，现在翻唱经典好像这个版权费蛮贵的，还是你给他写一首吧。写一首经典的，创作一下，首新的经典的电影主题曲，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因为可以这样子打造自己的品牌，对，可以啊，可以。好，非常感谢今天收看我们的《造世界什么都聊》，感谢咖喱导演，感谢蔡导，还有感谢泡泡 Rest 的罗大哥，谢谢你们。